运势有三颗星的朋友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猪、属兔、属羊的朋友哦。这个礼拜呢，有贵人相助，有利于呢拓展一些人脉，还有人际关系。好的人际关系带来好的钱脉，让你人脉通钱脉哦。要记得哦，多广结善缘呢，多请朋友吃饭，还有多说好话，才可以让你人缘强强棍哦。